这是古迹啊。古迹啊，哦，对对对对。但是古迹。这里是文化遗产，世界文化遗产应该是吧？很漂亮啊。这个是有点像那个神宫，你知道吗？就很像那个庙啦，是啊。哦，你看，你看那边。就不是庙，就是以前的文人的。哦，文人。两班的人呢、啊？哦。我们中医馆的写就是在九九二年建的国子监。好，国子监。听说过吗？国子监。嗯，国子监，国子监，就是。这个崇军馆是登为世界遗产，这就是世界遗产的标。哦。世界遗产标志。在那边啊，那边。二零一三年被。清宫也带去了。哦，那是大学啊。这是大学。哦，其实跟那个寺很像哦。这边有一棵，哇，这树很大哦。嗯，这边是几？太尖了。这个树就长了一千多年的已经树。高丽从那个。这现在中国的长寒季的唐朝时期啊。哦，真的。九九二年，怎么我都没在记着？一元八百几年是吧？高丽啊，神君馆就是高丽时期的太子建，不，就是跟中国太子建是一样，是太子建就是让那个文人念书准备要考科举的地方。这是长了四百多年的榉木，这是榉木，所以他们平常还会在这边打排球。这是在公司人员打排球。哦，这个排球场有。这有二十年的历史。这两款的建筑是当时学生们住宿的地方。嗯，他们这是要准备考科举，是不是？对呀、啊。嗯哼。他们哪有科举啊？有啊，他们也有。那个国子监跟这里其实就是一样意思，就是准备要考科举的学生在这边准备。对。跟你走。没有什么是空的。